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吃饭辣椒。今年的新辣椒。还有小南瓜。来个排骨。这个菜的话应该很少人吃过，特别下饭，你们看一下，看一下是什么。朋友们好，吃饭了。今天有猪脚，还有红烧排骨，还有辣椒、南瓜，还有翘头。
手擀粉，还有这个手剥笋。好嫩，这个手剥笋它是500克一袋，然后里面差不多有4根，特别入味。再来一根，香辣脆，每顿都有的。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来吃一个咸鸭蛋配粥。是的，天气太热了。哇，这个牛油的咸鸭蛋，这个鸭蛋的话都是个个牛油的，这种蛋黄吃起来拌粥拌饭特别好喝。蛋黄的话都是牛油起搭的，然后它的蛋心它是就是会偏咸一点点，但是它不是特别咸的那种啊。对，哇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是梅氏的咸鸭蛋，它这个鸭蛋的话配料表就是饮用水和食用盐，还有那个鸭蛋没有任何添加啊，你们收到货都是熟的，直接打开就可以吃啊，每一个都是起沙牛油的，现在活动价格17.9元，到手10个，并且每一个鸭蛋的大小都是65克以上的，它不是那种50克、60克的小个的，是那种大个的啊。嗯，然后是这样子给你们发货的，收到货都没有，就是都不会说担心会坏。对，这个鸭子的话都是散养的鸭子，养在湖里面，然后吃小鱼小虾长大的鸭子。嗯，这个咸鸭蛋特别的好啊，配粥配面条啊，吃饭都可以啊。哇，最主要是这个鸭蛋它蛋
性，它不是说特别咸的那种。嗯。